巴西、阿根廷，唔系我去巴西，我而家喺阿根廷，我而家又喺巴西。呢度咧就系巴西同埋阿根廷嘅交界啦。咁绿色呢边咧就系巴西，咁而家喺蓝色呢边咧就去阿根廷咯。中间呢个就系伊瓜苏瀑布嗰条大河流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可以睇到伊瓜苏瀑布嘅两边。從唔同國家的邊境都看得到的。咁一陣間我哋就會去阿根廷的邊境，咁仲要用 passport 先至可以入境㗎。